C 小姐，請問當晚點解你會喺現場出現？我當事人拒絕回答。原本都有藝廊有一個佛像展覽，後嚟取消咗。但我哋喺軍火交易現場發現嘅大佛，同你畫廊介紹嘅大佛係一樣。個展覽有人接咗手咩？我哋取消嘅展覽係因為同挑黑大佛嘅藝術家傾唔掂數。至於其他行家點樣做？我唔清楚。你唔識佢，咁你唔好話俾我聽你唔識尊佛喎。尊佛係你哋刀刃藝廊要運翻嚟嘅喎，尊佛都唔認得。你唔好同我講話你個展覽唔搞，尊佛有腳跟你走喎。如果你肯講出邊個係幕後主腦嘅話，我哋可以幫你轉做污點證人。我唔知道你講咩幕後主腦，你要告我嘅隨便。你而家涉嫌走私軍火，我哋要扣留你，做進一步調查。阿澤，幫我搞埋啲手續。收到。尹小姐，如果你改變主意嘅話，隨時同我講。記者而家身處喺速平物流辦公室嘅外面，因為較早前佢哋嘅一位物流經理喺接受完警方問話之後，發表咗一份聲明。該聲明指佢因為個人疏忽，未有確認客人托運貨物嘅內容，而導致公司被不法分子利用走私軍火，影響咗公司嘅聲譽，所以佢決定即時引咎辭職，並且願意。睇佢個樣都係俾人點著手把㗎啦，咁即係妨礙司法公正啫。ICAC 都審咗佢成日㗎，冇料到。大家唔好忘記啊！卓太持有速停物流的股份，話唔定啊，分分鐘都係關卓廷光事。佢哋喺業務上面根本有合作，係咁，我哋可以跟住呢條線去查。必要時啊，的佢翻嚟問話咯。喂 Sir， 尹在先唔舒服，我哋開咗白車。仲有佢係咁嗌，為見一個人。阿師，你冇嘢嘛？他們打給我們不停嘔啊，你是吃了什麼啊？阿詩啊，那醫生沒有跟你說你身體怎樣？我有了 BB。 你什麼話？你有了 BB？ 你有了你 BB 啊？真太好了，這個我們一直都想要的嘛，我們終於可以成為一家人了。但不知道爹哋知道會怎樣呢？不要告訴他知。你放心，我一定會想辦法將你保釋出來。我告訴你知，即是尊重你。你知道我不會要你或者出家點咩，此名分我什麼都不會要。我會自己照顧個 BB， 無論怎樣都會生他出來。恭喜發財，真係識喎！阿哥，俾細佬，你一、二、一 ，Teddy， 媽咪，你又衰咗啲乜嘢啊？我要同 Mabel 離婚。咩話？你係咪冇食藥啊？兩公婆唔啱咪講到啱咯，點可以隨便講離婚㗎？我話你聽，就算 Mabel 比陸母你大，你都唔使旨意離婚。我講過好多次，親家係唔得罪得。爹哋媽咪，阿哥，阿師有咗我 BB 啊，我唔可以抌低佢哋兩個㗎。你係話尹在師有咗你 BB？阿欣啊，爹哋啊，系蔡家第一个孙嚟噶。阿师而家操心大细，又困喺寄留房入边，真系对个 B B 唔好噶。爹哋啊，我想，你想我保释佢系咪？系啊，爹哋，我求下你啊，而家净系你先可以帮到我哋噶。就算佢出到嚟啊，我哋都冇可能俾佢入门噶。阿師唔可以坐監噶，個 B B 唔可以喺監倉裏邊出世噶。媽咪啊，我求下你啊，
你叫爹哋幫下我哋啊！等我諗諗先。爹哋啊，我已經諗好噶啦。我話諗諗先，你聽唔聽到？我知道噶啦，我等你安排啊。我真冇眼睇你啊！馬大狀畫師係唔會放你個肚，萬一真係要坐監嘅話，佢預咗喺監倉裏面生。喂，兄弟，佢肚裏邊嗰個係你個孫嚟嘅喎，你咪亂講啊！阿師嘅背景係點？你好清楚，佢俾幾多男人碟過，佢冇資格為卓家留校，點都要生出嚟。佢分分鐘係用嚟要挟我哋一世，再唔係嘅。他為了保住個肚，好有可能同 ICAC 或者警方交換條件，督我哋出嚟，佢就乘機甩身。既然係咁，我有另外一個諗法啦。既然泰國佬嗰邊叫我哋交人，咁咪推阿師出嚟咯，無謂嘥佢啊！